当河流还是个小女孩，她的家是座大宫殿，她喜欢色彩和绘画，从未想过去流浪，掉到过去多城镇，时间多时光的艺术家。弗雷斯科是他的大夫，斯卡利是他的专员，所以有恒星冒恒星，今天我们画什么画，和我们一起画出美丽的画，和海盗们一起出发吧。康佛米亚占据了王位，王国一片灰暗，他清空了不喜欢的艺术品，明亮的颜色不准留。克里奥讨厌灰暗的王国，他选择了离去，他带走教他辉煌的那本书，加入了海盗三人组，唱吧。哟吼，冒航星，今天我们画什么画，和我们一起画出美丽的画，和海盗们一起出发吧，和海盗们一起出发吧。风景画逃生记，这个美丽的湖叫什么名字？真是太美了。根据地图显示，这里是乌龟湖，公主殿下。李浩，乌龟爬得很慢，对吧？说的没错，弗雷斯科。那为什么地图上说我们正在往龟兔湖走？兔难道不是快的意思吗？是的，兔表示兔啊。打下抓纹了！天哪，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哇哦，格里奥，左边，写在右边，在左边，快，写在右边！哇哦，哇哦，我们做到了！太刺激了，能再来一次吗？还是等下次吧。现在我们还是回蒙娜丽莎号吧。哇哦，哇哦，看这些树，这些岩石，这风景多美呀！我忍不住要在这画布上把它全部画下来。遵命，船长，这是你的画具。斯凯利，小心那个大画布，你不会想绊倒了。真不敢相信，甲板上居然出现了本人的画布。得有人帮我把这大画布抬到岛上去。利奥，用不着这么麻烦，看我在绘画百科全书上找到的。加拿大七大名杰这样的画家们喜欢在大型画布上绘制风景画，但大型画布又大又重，很难带到郊外去，所以他们都会先画一幅小图，叫做模型图。模什么？模型图。回到画室以后，他们根据模型图在大画布上作画。看，这真是个很棒的办法呀。哎，格里奥，我们就在这里画模型图吧。开始吧，生物土地水面鹰，想要画张风景画，开始吧，生物土地水面鹰，想要画张风景画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好的，当加拿大七姐看到好风景，他们就想画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当加拿大七姐看到好风景，他们就想画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画下风景的模型画，就是风景的迷你彩色图。他们画下风景的模型画，就是风景迷你彩色图。就这样。然后他们可以再去画大图，没什么不可，只画模型图就行了。然后他们可以再去画大图，没什么不可，只画模型图就行了。对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树木、土地、水面有，想要画张风景画，开始吧。树木、土地、水面有，想要画张风景画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很好，开始吧，开始一步步踏进我的地牢吧。黑鸟，定位。啊哈，克兰克上将。
女王陛下有何吩咐啊？哦，是的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不是吗？为什么？是的，女王陛下。这群海盗们也这么觉得。他们现在正在杰克逊岛附近画风景模型图，找到他们，快画好了。黑鸟！哦不，他暴露了我们的位置。我们得赶紧离开，克兰克就快来了。黑子、利奥、克里奥，你们逃不掉的。还有一半燃料，足够我们抓住这群猖狂的海盗了。全速前进！发现追捕军舰的迹象了吗？还没有。等他们到，咱们都跑了。利奥，我们的船没怎么动。啊？没有风。哦不，我们在往岸上飘，怎么办？我把船开到那个小湾去，我们可以藏那里。克兰克上将，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抓到他们？很快，女王陛下。很好，非常好。哈哈，成功了！这还得多亏了你帮忙啊。克兰克绝对找不到我们。我想他肯定能找到我们在哪儿。看，是黑鸟。他一定是跟着我们来的。而且没有风，我们逃不掉。请听我说，请让在下为大家效一份力好吗？大家弗雷斯科来也！咻咻，滚开，大黑鸟！好样的，弗雷斯哥！哈哈，好，干得漂亮，朋友！现在他没法向康普米亚报告我们的行踪了，但他泄露了咱们的藏身地。克兰克知道来这里找我们，怎么办？斯凯利，小心！抱歉，斯凯利，那个大画布总是绊倒你。大画布，里奥，我有办法了！看到入口那两棵大树了吗？这张大画布可以挂在两棵树之间，就像一个大窗帘，我们可以躲在后面。克里奥，画布上一片空白，克兰克一眼就能看出问题。我们画着画，他就看不出来了。哇哦，咱们模型图上的风景，我们画一个超大版的，就像加拿大七节一样。海盗们，我们要准备消失了。开始吧，树木土地水面哟，想要画着风景画，开始吧，树木土地水面哟，想要画着风景画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树木土地水面哟，想要画着风景画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我们到了杰克逊岛，还有四分之一燃料没用了，足够我四处寻找他们了。士兵，你来掌舵。利奥，克利奥，你们在哪里？他们肯定躲在这附近，绕岛开一圈。你觉得他们走了吗？有可能，但我们还是等等吧。他们能去哪里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们怎么能凭空消失呢？再找一圈。你们听到了吗？
这不可能，我的燃料用完了。听起来他们的船没燃料了。看，又起风了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耶！太好了！没有燃料怎么开船呢？啊！是海盗们，他们要逃了！不、哦，开始吧！生物、土地、水面鹰，想要画张风景画，开始吧！生物、土地、水面鹰，想要画张风景画，开始吧！开始吧！下次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生物、土地、水面鹰，先画一张模型画，开始吧！生物、土地、水面鹰，再画一张大的，开始吧！开始吧！